마리 씨가 내일 같이 밥을 먹을 거냐고 했어요. 나 마리 왜什麼야? 에 마리 问我什麼야? 明天怎麼야? 要不要什麼? 一起吃晚飯? 或者是問你什麼야? 要不要一起吃晚飯? 那麼這個時候 네. 저 마리 问什麼? 明天要不要一起什麼? 吃飯? 내일 같이 밥을 먹을 거냐고 했어요. 네. 這個是第三個例子,那我們接著往下看。 这个例子说，민지씨가 저한테 어제도 바빠냐고 했어요. 那么 어제 바쁘다. 바쁘다는 我们说忙, 过去式 바빠다. 那么 形容词说민지씨가 저한테 어제도 바빠냐고 했어요. 那민지问我什么呀？问，昨天你也什么呀？你也很忙嘛？那看来什么？今天我什么？今天바빠요。我今天什么？很忙。那么민지就问了，那你昨天什么？민지问我什么？昨天也 很忙吗? 哎, 昨天也很忙吗? 그 다음에는 언니가 흉부한테 오늘 사온 옷이 예쁘냐고 했어요. 那么, 哎, 我姐姐今天怎么买了件衣服她什么呀觉得什么哎要不要问问我的什么男票她什么问问她什么我的衣服今天买的怎么样成功不成功 那么这个时候언니怎么样就问了姐夫 那么언니는 내 흉부한테 오늘 사온 옷이 예쁘냐고 했어요. 那么 姐姐问姐夫今天买的衣服漂不漂亮？嗯，漂不漂亮？来，下一个说伊萨内 과일 나무가 많으냐고 했어요. 哎，问了什么呀？这个山上哎，果树怎么样？多不多？哎，果树多不多？那么可能会什么呀？哎，那谁来了什么呀？哎，来到这个山底下会说，哎，这个山什么呀？有果树吗？说有呀。嗯，那什么呀？果树什么？多不多？那么这个时候我怎么样？我可能在旁边给做翻译，我怎么样？没听清？那我说。 哎，刚刚他什么？他问什么？他问什么呀？哎，这山上果树多不多？那么来使用这个语法。哎，他问，哎，这座山上果树多不多？이산에 과일 나무가 많으냐고 했어요. 或者是 많냐고 했어요. 哎, 많냐고 했어요. 네, 这个是句子分析. 네,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说 엄마가 동생한테 지금 어디냐고 했어요. 엄마가 동생한테 지금 어디냐고 했어요. 那妈妈问什么呀？哎，问了什么？弟弟，哎，现在你什么在哪？可能妈妈什么给弟弟打电话啊？지금어디야？빨리去嘛，집에들어가。啊，这个时候，是我妈妈什么呀？哎，我什么呀？爸爸问，你妈妈什么？在给你弟弟什么打电话？说什么呢？问什么呢？那么，엄마가 동생한테 지금 어디냐고 물어서요，或者是했어요。 妈妈问弟弟现在在哪儿？那个他们呢？说그 학생이 10년 전에 한국어 선생님이 오냐고 했어요. 那么这个什么学生问什么？问我什么？哎，十年前什么是老师来着吗？啊，是老师来着吗？那可能我现在怎么样？啊，没做，没在做老师。那学生说，哎，老师，嗯，你十年前不是老师吗？哎，不是老师吗？哎，可能会这样问。对，说。 那个学生问我十年前是哎韩语老师吗？哎，十年前是韩语老师吗？那十年前，네，我是韩语老师。那么现在呢？对，也是什么韩语老师？哎，孙孙님，孙孙님은哎韩国선생님이에요。네，이거는哎句子分析看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什么呀练习题来重新掌握一下냐고하다的哎正确用法。对，我们看一下。 说 영수씨가 나에게,那么나에게도괜찮고,或者是나한테, 언제 什么什么,哎, 여기 나왔어요? 물었어요,或者是什么,我们说的,했어요도 괜찮아요. 네, 했어요. 좀看요 오지만 온다고, 올 거냐고, 올 테니까. 那么应该选择哪一个? 네, 맞아요. 3번, 올 거냐고, 올 거냐고. 네, 너 영수 씨가 나에게 언제 올 거냐고 물었어요. 那为什么这么问? 可能我什么呀？我现在怎么样？还在路上，还没来，所以他给我打电话，哎，问我什么呀？ 언제 와요? 언제 올 거예요? 那么这个时候，别人什么可能哎听到了，哎，刚刚他什么问什么？问李老师什么？对，영수 씨가 나에게 언제 올 거냐고 물었어요. 对，问我。 什么时候来？那么我们说，지만，지만은以前讲过，表示什么转折，虽然但是的意思。对什么？나는什么？对，드라마를什么좋아
하지만 요즘 시간이 없어서 네, 거의 뭐 못 봤어요. 因为怎么样，哎，我虽然很喜欢看电视剧，但是怎么样，最近没有时间，所以怎么样，哎，没能看上。 네, 下一个 미연는다고，那么刚刚我们也出现过哈，陈述句的什么间接引用，哦，陈述句的间接引用，刚刚举的例子，哎，선생님이，네什么 오늘 什么 학교에 간다고 했어요. 老师说今天怎么样去学校，哎，去学校。那么看一下리을테니까。 리을테니까는表示一种什么推测或者是意志。那么리을테，那么表示的是一种推测或者意志。那么我们看一下，哎，翻译，那么说英秀问我什么时候来，哎，这是올거냐고물었어요。哎，我们看第二个语法，第二个题，说 수지 씨가 마리 씨한테 뭘 물어봤어요? 네. 수지, 마리한테, 뭘 물었어요? 아니, 뭘 물어봤어요? 아니, 답은 나타什么? 说, 지금 어디에 했어요? 我们说, 사냐고, 살면서, 산다고, 네, 什么, 살다가. 那么, 어디 나오면, 어디 나오면, 이거는 什么, 안 되죠? 산다고, 산다고, 我们 는다고, 刚刚有说过, 是表示什么, 陈述句的, 简简用, 所以, 什么, 第三个肯定, 什么, pass掉, 所以, 应该是哪一个? 아니, 첫번째, 사, 냐고, 에, 물었어요. 那么, 여기서는, 어디에, 什么, 살다, 这是 什么, 住在哪儿. 那么, 리을, 遇见, 什么呀? 느的时候, 리을, 要怎么样? 脱落掉, 所以变成的是, 사, 냐고, 사, 냐고, 물어, 사, 냐고, 했어요. 然后, 看一下, 其他解释. 면서, 오면서, 是一边, 一边. 那我们经常做的事情. 밥을 먹으면서 텔레비전을 봐요. 아, 이边 怎么样? 吃饭, 이边 怎么样? 看电视. 좋은 습관이 아니에요. 네. 그 다음에는, 니는다고, 刚刚有说过, 아, 表示, 陈述句的, 简简引用. 네. 下一个, 다가, 다가呢, 它是表示什么? 动作的这样的一个转化. 也就是, 我什么样? 这个动作什么? 做到中途的时候, 我什么? 转向了什么? 另一个动作. 那么假如说, 说 집에 가다가, 아, 집에 가다가, 네. 길에서 선생님 만났어요. 아이, 我在回家的路上怎么样? 아이, 遇见了什么?老师? 아이, 这样的. 那么,大概. 那么,翻译在这里边,问什么?问他现在在哪儿住? 지금은, 네, 어디에 사냐고 했어요? 或者是, 물었어요? 네, 这是练习题二. 好,我们看一下,练习题三. 练习题三, 同样. 说, 언제 시험이 있어요? 누가 물어봤어요? 네. 대인, 대인, 什么呀?问了,问什么了? 언제 시험이 있어요? 什么时候有? 考试. 那么, 대인 씨가 나에게. 那问谁的? 问的是我. 问我什么呀? 대인 씨가 나에게, 네. 언제 시험이 있냐고 했어요? 那么,这个时候肯定也会什么?还有一个另一个人. 那么, 대인, 有 대인, 有 谁呀? 그老师,还有一个什么?可能是 A. 那么, A呢? 和铁印，铁印先问什么？问我说 언제 시험이 있어요? 那么老师说刚要回答他，那么 A 说什么？老师，铁印什么呀？铁印问了什么？那么老师怎么回答？哎，铁印 씨가 나에게 선생님에게 언제 시험이 있냐고 했어요. 什么时候？哎，有考试。哎，问的这样的话，那么看一下铜英，铜英说什么？ 주말에 뭐 할 거예요? 주말에 뭐 할 거예요? 说你周末要什么？要做什么？ 铜英 씨가 나에게 铜英 씨가 나에게 怎么样问？ 네, 맞아요. 주 주말에 뭘 할 거냐고, 네, 물었어요. 네, 주말에 뭘 할 거냐고, 뭘 할 거냐고, 네, 물었어요. 네, 주말에, 네, 회什么야? 去,做什么? 那么,问我,周末要做什么? 네, 대응,这是,도응,도응,问我的问题. 네, 我们接着往下看。